Kiss the feeling。西元1999年7月23号，今天寺院又被污蔑了，说成是放炸弹的人。哦，法身是放炸弹，怎么可能？放鞭炮还可以，放炸弹。善事善人容易做到，坏人却难做到。坏事善人难以做到，坏人很容易做到。好像绕口令，不过这是佛说的，各位大德。巴利叫做苏格朗萨图纳萨图萨图巴贝纳图格朗巴邦巴贝纳苏格朗巴巴玛利耶希图图格朗。善事善人容易做到，各位是善人，容易做善事，坏人却难做得到。坏事善人难以做到，各位是善人，比较难以做到坏事，坏人很容易做到。所以我们要做善事。刚才在可乐日记里面，我们有提到善人容易做善事，坏人难以做到。不过每个人对善人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各位大德。假如没有佛陀来诞生各位，全球人类对善人跟善事的定义不太一样相信吗？那去问喝酒的人他就认为我是好人，我是善人，因为我是帮助人家的。或者是说卖酒的大老板，他做社会福利捐钱建学校他也说我是善人我是建筑学校我是帮助穷人的所以善人的定义，各位要以世尊的教导为标准善人的定义要看萨布里萨达玛这是善人的定义，各位善人的定义呢有八项，有时候称为善人八法善人八法的第一项各位大德就是善法具足，善法有七条所以善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善法具足，萨ธรรมะสมณนาคโต สัทธรรมะสมณนาคโต善法具足，萨ธรรมะสมณนาคโต意思是第一具有正信信仰三宝，善法具足为什么要讲说信仰三宝才是正信呢？因为这不是说有排斥其他宗教吗？龙碧，不是，因为人体内都有三宝，三宝是我们生命的归依处，真正的归依处，因为正德体内三宝或全球人类不管信什么宗教都会获得快乐，离苦得乐，各位体内的三宝，人体内的三宝，内在的三宝叫做正信假如把三宝当作一个宗教而已各位，那就会有排斥这个宗教那个宗教，我的宗教你的宗教，但是实践来讲各位
要以实践实修来讲。在这里的三宝是指人人体内的三宝本来就有，不是排斥。连信什么宗教，你体内也有三宝。也连无宗教信仰者体内也有三宝，各位。所以不是排斥不排斥的问题，正信各位要有这个信仰，这个信心要拥有，这个信心要靠修行，各位，让心透亮，心透亮清净，要懂怎样让心透亮，就是要将心宁静在体内第七中心处，清清的宁静，连续的宁静啊，不断的静止，恰当好处就静止静定下来，证得内在的佛法，就像昨晚大师父的教诲啊，宁静就会产生光亮，产生体内的光后，才属于快乐，属于舒服。真正的舒服是光啊，各位，体内的光亮才叫做舒服。假如还看不见光的话，叫做初步，那种是舒服感而已，那只是一种感觉，还不是真正的舒服。所以正信要以正确的修行方法来获取，来获得，各位。有正信后，自然心静定下来，心透亮，就会产生禅心。哇，我要造恶业啊，很丢脸丢脸，这是禅。愧又是对不起，愧对不起，白布又来了。愧没有，有心没有愧。等一下啊，禅愧。愧，来了，白布，愧心，怕恶果，心透亮就会产生惭愧心，惭愧心表示戒清净，各位，因为惭愧心是戒的结果。持戒清净的结果会产生惭愧心，有了惭愧心，以这种心态去闻法，才会产生，才会更明白，然后更精进修行，不要再做以前犯错的行为，不要再造了，不要再造恶，还没造恶的事情就不要再犯，然后已经修的功德行善的哪些事情曾经修过了，就继续修，然后就维持这种，或者是说还未看见的法，就努力修行，让自己能看见体内的法，已经修行证得体内的法，能看见了，就维持程度。另外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程度，越来越进步，才叫做正勤。不是努力洗澡叫做正勤了，各位，不是努力工作叫做正勤。正念是当有正勤就会产生正念，是地失败，正念跟舒服。如果谁发现自己不太有正念，就表示说很舒服啊，容易睡着，但是正念太少了，太缺，就各位就调整1、2、3、4、5，就会产生正念。然后当正念跟舒服维持下去够足够的程度，就会证得法身，产生圆满的智慧，各位大德，这个叫做善法具足，有七相。
那善人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结交善法具足者，啊，就是结交的人呢，不是随随便便的交朋友，各位，不是看到谁啊，来来做个朋友，做个朋友啊，那是生意，各位。不过在佛陀时代，善人做生意就跟善人一起做，各位，不是随随便便做个朋友，各位，啊，要以佛法为标准。第三，善人的条件，第三是善人的思维，思维是不思维害到自己和他人的事情，要注意，假如不害己不害人，叫做正思维，各位。第四，善人有善人的指教，萨布利萨曼蒂，就是讨论或建议行事时不伤人害己，各位，叫做善人的指教。法师给人建议也不要害人，居士来请教法师讨论佛法也不要想要去害人。第五，善人的说法，萨布利萨瓦佐，就是用语合乎四种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挑拨离间。第六，善人的行为，萨布利萨甘曼多，行为合乎善的深业，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三种深业，善的深业。第七，善人的见解具全十种正见，例如说，不是例如，就是全部十正见的初步，相信布施是好事，相信帮助他人的咽牙是好事，相信崇敬该崇敬者是好事，相信因果，相信今世是由前生带来的，相信不论今世是怎样，努力行善来世会更好，相信父母之恩，相信七八，然后相信有化生的众生，地狱众生、恶鬼、阿修罗、天人等等的境界。第十，就是相信佛陀是或者是人可以成佛，人可以成为圣人呢，这个叫正见，各位。第七，善人的见解，就是才叫做善人的见解。第八，善人的布施，就是按照善人的布施条件行布施，复习一下。有三种，龙屁就选择一种来跟各位谈哦。今晚布施品是干净的，有干净。第二，精致。第三，适宜时间。第四，适宜的东西，布施品适宜。第五，选择受施者。第六，经常布施，如同吃泡面容易吃，简简单单的吃，容易做。第七，布施时心透亮。第八，布施过后心法喜，假如做到这八项，才叫做善人的布施，各位大德。所以各位很有福报啊，各位有听闻到佛法，懂了什么是善人，什么叫做善事，所以听了要仔细思考，然后就实践，让自己获得实践的如法行为，如法的结果。Sorry, Coke.